老师遇到学生谈恋爱怎么办？今天我照常上课，没想到让我看到他们竟然……本来觉得可能只是比较亲密，没有想太多，但是隔天上课的时候，同学们，现在我们来每一个人说一句成语。老师，我知道，郎才女貌。于是我课后马上为他们进行个别的辅导，没想到女生竟说：对啊，我和伟松正在拍拖。恩童，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，你要知道小学生谈恋爱是会荒废学业的。哎呀，老师不会的啦，我有很多个男朋友的嘛，我玩 game 有一个，羽毛球又有一个，伟松只是学习的嘛，都是姐的过客。